这家这个肉饼呢是前段时间最近开的，6块钱一个，味道还可以。他们呢是把肉挂在上面，然后当场包给你，让你看到是猪肉，然后整体给人视觉感上是非常多。我看了在株洲一些地方，他们也是开了这种饼，也是6块钱一个。其实药王街里面呢还是蛮多吃的，然后如果说想来长沙玩呢，可以来药王街里面吃一点这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。